1263，智窍宣之士，成武帝奋疾之威，执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万己王之恶，权时失宜，复以威德，然后耽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世，三世称藩，兵于汉庭。是时，边城厌壁，牛马不也。三，是无犬吠之景，黎庶王干戈之役。后六十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使开边隙，耽于由是归怨。自觉莽遂斩其世子，边境之祸够矣。故呼韩邪使朝于汉，汉避其夷而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乎无常。”时至，时去，一代以克礼，让而不臣。卢其后四顿逃窜服，始于中国，无畏叛臣。及孝元时，亦罢守塞之备，侯印以为不可，可畏。胜不忘衰，安必思维，远见是为之名矣。至丹于贤弃其爱子，魅力不顾，侵略所获，遂聚万计而和亲路夷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直而失众力也。仲叔之言漏于是矣。夫归世建议，不图万世之故而偷视一时之事者，未可以。今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言犹论之当矣。故先王杜土中立封基，分九州，列五服，戊土贡，至外内，或修行。正或昭文的远近之事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任，人而受心，其与中国书章服。一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序。涉猎卫生，隔以山谷，拥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胜王禽兽畜之不与约事，不就攻伐。约之则废禄而见妻，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陈而畜也，是矣。外而不内，疏而不欺，政教不及其人，政硕不加其国。来则成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木易而贡献，则皆之以礼让积米。不觉时取在彼，盖圣王治欲蛮夷之常道也。PG 1264，卷95，西南夷两越朝鲜传第65。蛮夷君常以食树，夜郎最大。其西米莫之属以食树，滇最大。自滇以北，君常以食树，穷都最大。此皆追节耕田，有一句，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业余，名未归昆明边。发随序以喜，王长楚，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归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喜昨都最大。自左以东北，君长以十数，染芒最大。其俗或土著，或以喜，在蜀之西。自芒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低类也。此皆八属西南外蛮夷也。时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巡江上，略八黔中以西。庄乔者，楚庄王苗裔也。乔至滇池，方300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即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颠便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破略，通无耻道，诛此国破之一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官属故角。八属民或窃出商贾，取其左马、伯同、牦牛，以此八属应付。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及东越，东越杀王颖以报。徽因兵威，使藩阳令唐蒙封小南越。南越使蒙属狗将，蒙问所从来曰：“到西北臧科江，江广数里，出藩于城下。”蒙归至长安，问属甲人，独属出狗将，多持妾出侍夜郎。夜郎者，临臧科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亦属夜郎，悉至同师，然亦不能陈实也。
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道地东西，外于里，名为外臣，十亿州主。今以长沙豫章网水道多绝。PG 1265。南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00,000，浮船臧柯出不意，此至。越亦其也。成以汉之强，八蜀之饶，通夜郎道，未至力甚。亦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十众万余人，从八。扶官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后赐欲以威德曰未至力，使其子未令。夜郎旁小一皆贪汉曾伯，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曰：还报乃以为前魏郡。发八蜀族至道，自国道，指臧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一言西夷穷，左可至郡。使相如以郎。众将往遇皆如南夷，未至亦都尉十余县属蜀。当是时，八蜀西郡通西南夷道，载转相响。数岁道不通，是罢恶位。李蜀师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急，耗费王公。上患之，使公孙弘往事问焉，还报言其不便。即弘为御史大夫。十方驻朔方，据河竹湖，弘等因言西南夷未害，可且罢专利。使匈奴上许之，罢西夷，独至南夷两县亦都尉，稍令前卫自保旧。即元寿元年，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见蜀部穷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深独国，可数千里，得蜀甲人士。或闻穷西可2000里有深独国。千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目中国。患匈奴得其道，成通蜀，深独国道便进，又亡害。于是天子乃令王冉子、博使昌、吕越人等十余被监出西南夷，只求深独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卫求道。四岁余皆避昆明，莫能通。滇王与汉使言：汉蜀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倾覆。天子助一焉。及至南越反，上使持义侯因前未发南夷兵，且蓝军恐远行。庞国鲁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前卫太守。汉乃发八蜀罪人当及南越者八校尉及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魏广引兵还，行诸葛颠道者且拦，斩首数万，遂平。PG 1266。南夷为臧柯郡。夜郎侯时以南越，南越已灭，还诸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破后，即汉诸且拦，穷军并杀。左侯冉忙皆震恐，请臣致力以穷东魏越归郡，左东魏沈黎郡，冉忙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使王冉于以越破及诸南夷兵威风御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申、明末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末数侵犯使者立足。元丰二年，天子发八蜀兵即灭劳申、米莫，以兵临滇。滇王使首善以故伏诛。滇王离西夷，滇举国将请智力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名。西南夷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后23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连头孤曾明反，杀长吏、臧柯、弹指、同病等24邑，凡30,000余人皆反。潜水横都尉发蜀郡，前卫奔命10,000余人及臧柯，大破之。后3岁，孤曾业余复反，潜水横都尉吕辟胡将军兵及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是战及溺死者4000余人。
明年，傅遣军、郑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鼓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上曰：金巨挺侯王波律其义军常人。云其反者，斩首鼓虏有功。其立王波为金巨挺王。大鸿胪广明，自爵关内侯，十邑三百户。后兼遂武都低人反，遣直金吾。马氏见龙额侯韩增与大鸿胪广明将兵及之，至成帝和平中，夜郎王兴与金巨挺王与漏卧侯于更举兵相攻。臧科太守请发兵诛兴等，义者以为道远不可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向汉立，立道旁射之。杜清说大将军王凤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以赴相公，轻易汉使，不但国威，其效可见。孔毅折旋软副手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如此，则复况一时王侯的收猎其众，深顾其谋，挡住众多，各不生分。 B.P.G.1267相铁面，自知罪成，狂犯守卫，远臧温蜀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奔御士，若入水火，往必交涉之勇王所失。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为宜汉家家诸因斥庞郡。守卫烈士马大司农玉条古迹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粮。实录诸其王侯犹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王用之名圣王。故以劳中国一霸郡，放弃其名，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堕坏，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即以成形。然后战师则万幸被害。霸将军奉于事件京城司马陈立为臧科太守。立者林琼人，前卫连冉长不为令，蛮夷为这。及至臧科，欲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立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庭，从义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则应断头。义军曰：将军诛王状，为民除害，愿出小事众。以信头视之，皆是兵将。金巨挺王与漏卧侯于震恐入宿，千斛牛羊劳力士，利还归郡。新妻父翁直与新子携物收于兵，或携庞二十二亿反至东，立奏木珠以与东魏长史分将功。翁直等，翁直居恶未累，历使骑兵绝其响道，纵反间以诱其众。东魏万年曰：兵久不绝，废不可供。引兵独进，败走屈立营。立怒，赤系下令革之。东魏复还战，立引兵救之。十天，大汉立功绝其水道。蛮夷共斩翁止，持守出将。立以平定西夷，征义京师。会八郡有盗贼，复以立魏八郡太守至重二千。时居赐爵左庶长。喜为天水太守，劝民农三位天下罪，赐金四十金。入魏左曹魏将军，护军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金巨挺王以为侯。王韩怨恨臧科，霸颍州倾诈杀韩。韩帝成功杀清，周郡急之，不能服。三边蛮以仇扰进反，复杀益州大颍成龙。王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八戍前卫力士，复练取卒于民，以及益州。出入三年，即益死者神。PG 1268 7 8属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使将军连丹与雍部牧使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八属前卫力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及之，使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
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岳归蛮夷任贵邑沙泰，守梅根，自立为穷古王。会莽拜汉兴，朱贵复旧号云：南越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阳越至桂林。南海相郡以世喜名与越杂处。十三岁至二十时，南海卫任骁并且死。赵龙川令赵佗与约文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恐盗兵侵此。吾欲兴兵绝清道，自备是诸侯，便会极甚。且番禺赴山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府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郡中常立王族与谋者，故赵公告之，即被陀书行南海卫事。萧死，陀即移席告横浦、阳山、黄西官曰：盗兵且至，即决盗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致力以其党为守驾。秦已灭，陀即疾病桂林，相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事陀不诛。十一年，遣路假立陀为南越王，与不服通使，使合及百越，无为南边害，与长沙接近。高后时有司请进越官试铁器，陀曰：高皇帝立我通食物，今高后听谗臣别意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以中国即灭南海并王之自卫功也。于是陀乃自尊号卫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龙绿侯造及之，会蜀师，士卒大意，兵不能与领。遂于高后崩，即罢兵。陀因此以兵为财物路，以闽越、西欧洛、亦蜀焉。东西万余里，乃成黄屋左道，称制与中国谋。文帝元年，出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带来即位意，欲圣德焉。乃为陀亲种在真定制手艺，遂时奉祀。赵其从昆帝 ，PG 1269，尊官后赐宠之。赵丞相平局可使越者，平言陆贾先帝时使越。上赵贾为太中大夫，业者一人为副使，赐陀书曰：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役。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番禺代，道理辽远，拥必仆于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疾。是高后自临氏不幸有疾，日进不衰，已故被报呼至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治，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以地，朕以王侯立不世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来者文王宜将军龙绿侯书求亲昆帝，请罢长沙两江。君朕以王叔霸将军伯阳侯亲昆帝在真定者，以遣人存问，修治先人种。前日文王发兵于边，未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拥独立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立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的一王时，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利，利曰：高皇帝所以借长沙土也，朕不得善变焉。利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福陵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王一成之时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畏也。愿与王分弃前患，中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池欲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无未寇灾矣。上处五十一，中处三十一，下处二十一，夷王。愿王听乐于忧，存问邻国。陆贾至南越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常为藩臣奉供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
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皇屋左道，因为书称蛮一大长，老夫臣驼妹死在拜尚书皇帝陛下，老夫故阅历也高皇必庆赐臣驼玺，以为南越王，实为外臣，实内供职，孝惠皇帝，即位亦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后甚。高后自临用事，尽弃事，幸谗臣别意蛮夷，出令曰：吾与蛮夷外越金铁田契，马牛羊及羽与母无与聘，老夫楚辟马羊羊齿以长。PG 1270，自以祭祀不休，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倍上，书谢过皆不返。又封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消，兄弟宗族已诛。论立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王以自高义，故更号魏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萧去南越之籍，使史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师蛮夷中西有西欧，其众半雷，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亿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是汉，何也？故敢背先人之故。老夫楚越49年，于今报孙焉，然素心厌昧，请不安息，食不甘味，目不视弥漫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已不得是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古不府，改号不敢为帝矣。仅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石，紫贝500，桂杜一器，生翠40双，孔雀2双。未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陆贾还报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遣使入朝请。然其居国妾如故号，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武帝建元4年，驼孙胡为南越王。历3年，闽越王隐兴，兵南极边邑。越使人上书曰：两越俱未藩臣，无善兴兵相攻。即今东越善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召之。于是天子多南越邑，守之曰：卫青师前两将军王讨闽越，兵未于领。闽越王帝于善沙营以将，于是罢兵。天子使言助往御邑，南越王胡顿守曰：天子乃兴兵诛闽越，死亡已报的，遣太子因其入宿卫。卫助曰：国心被扣，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见胡曰：汉兴兵诛郢，一行已惊动南越，且先王言是天子，其无失礼，要之不可以处好与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事也。于 PG 1271，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余岁，胡时病甚，太子因其请归。胡薨，谥曰文王。因其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喜。因其在长安时娶韩丹角侍女，生子欣。即即位，尚书请立角侍女为后，欣未嗣。汉庶使使者封御，因其由上乐善杀生自字，据入见，要以用汉法比内诸侯，故称病，遂不入见。遣子赐公入宿卫，因其薨，谥曰明王。太子欣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卫卫因其妻时，曾与霸邻人安国少季通。即因其薨后，元鼎4年，汉使安国少季遇王。王太后入朝，令便是谏大夫中军等宣其词，勇士魏臣等抚其爵。魏陆伯的将兵屯贵阳待使者，
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安国。少既往，复与私通，国人颇知之，多不复太后。太后恐乱起，意欲以汉威，劝王及信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莹印及内。是中尉太傅印于得自治，除其故情异行，用汉法。诸使者皆留田府之。王太后敕置行装重资，未入朝具。相吕家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贵未尝立七十余人，难进。上王女竟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欲于王。王之上书，数见指王，王不听，有叛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住一家，是未能诛。王太后亦恐家等先事发，欲借使者权谋诛家等。置酒请使者，大臣皆是坐饮。家弟未将，将族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家南越内属国之力，而相君苦不变者何也？以激怒使者狐疑相仗，遂不敢发。家见耳目非是，即驱出。太后怒，欲葱家以矛，王指太后。家遂出，借地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谋作乱。王素王义诸家，家知之已故，数月不发。太后独欲诸家等利诱不能。PG 1272。天子闻之，罪使者却亡爵，又以为王太后以复汉独。吕家未乱，不足以兴兵，御史庄参以二千人往。参曰：“已好。”往数人卒，以无往二千人亡，足以慰也。此不可，天子罢。参兵夹壮士故寄北乡韩千秋愤曰：“以区区月，又有王印，独相吕家未害，愿得勇士300人，必斩家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角乐将2000人往。入越境，吕家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进。”使先王保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鲁迈以为同。取自托一时力，王故赵氏设计为万世律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太后。王竟杀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吏。明王长南越妻子数阳侯见得魏王，而韩千秋兵之入也破数小。亦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40里，越以兵及千秋等，灭之。使人韩封汉使节至塞上，好为慢辞谢罪，发兵守要害楚。于是天子曰：“韩千秋虽亡成功，义君封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角乐其姐为王太后，守愿蜀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侯。乃赦天下曰：“天子为弱，诸侯立政，积臣不讨贼。”吕家见得等反，自立晏如，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楼船10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秋，为魏陆伯的魏伏波将军出贵阳，下黄水。主角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魏歌船下赖将军出零陵，或下澧水，或抵苍梧。使持一侯英巴蜀罪人发野狼兵下臧科江。贤惠番禺。六年冬，楼船将军将荆族先陷巡峡，破石门，得越船宿。因退而前，错越峰，以越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报远后齐，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见得家皆城守。楼船自责变楚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幕，楼船攻拜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莫不知其兵不少。
伏波乃未迎，遣使招降者，赐应受副纵令相招。楼船 PG 1273，立功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石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见得一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伏波又问将者之家所知，遣人追，故其校司马苏弘的见得为海长侯，月郎都记得家为林蔡侯，苍梧王赵光与越王同姓，文汉兵制将为隋陶侯，吉月揭阳令史定将汉为安道侯，越江必取以军将为辽侯，越贵林监居翁欲告欧洛40余万口将为襄城侯，歌传下赖将军兵及迟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为丹耳诸崖、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将军一封，楼船将军以推封县兼为江梁侯。自魏陀王反武氏93岁而亡。明越王吴朱及越东海王尧，其先接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邹。是秦并天下，废魏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吴朱尧律越归藩阳，令吴芮所谓藩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世时项羽主命不亡也，以故不左楚。汉及项籍吴朱尧帅越人左汉，汉五年复立吴朱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也。孝惠三年，举高帝十月公曰闽君尧公多，其名变复乃立尧。为东海王都东欧，谥号曰东翁王。后数世孝景三年，吴王必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翁从，即吴破东翁受汉垢，杀吴王丹徒，已故的不诛。吴王子居王走闽越，愿东欧杀其父，常劝闽越及东欧。建元三年，闽越发兵为东欧，东欧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汾，汾对曰：越人相攻急，故其长不足以凡中国往救也。中大夫严助劫汾，言当救。天子遣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与拒再驻船。汉兵未至，闽越引兵去。东越请举国，喜中国，乃西与众楚江淮之间。六年，闽越及南越，南越守天子曰不敢擅发兵而已闻。PG 1274，上遣大行王挥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卫于领闽越王引发兵拒险，其弟于善与宗族谋曰：王以善发兵不请，故天子兵来诛。汉兵众强，即信胜之，后来亦多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兵，故国完。不听乃力战，不生即王入海，皆曰善。即聪杀王，使使奉其头至大行。大秦曰：所谓来者诸王，王投掷不战而允，力莫大焉。乃以兵一按兵告大司农军，而使使奉王投持报天子。赵罢两将军兵曰：赢等首恶，独无诸孙游君丑不与谋。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游王，奉闽越祭祀。于善以杀隐威秦国中，民多属窃自立为王，游王不能。至上闻之，谓于善不足复兴师，曰：于善守诸隐，师的不老。因立于善为东越王，与游王并处。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于善上书秦以卒8000，从楼船及吕家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未解，步行持两端，因使南越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尚书院请引兵及东越，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朱孝刘屯豫章梅岭待命。明年秋，于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流尽，且往乃遂发兵。
据汉道、郝将军、邹立等未吞汉将军，入白沙古陵、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中侯耻江豚，不敢。即却就变楚，皆作魏末诸。于善克武帝喜自立，诈其名。魏妄言，尚遣恒海将军韩说出巨章，扶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胡出武陵，中尉王温书出梅岭，越侯魏歌船，下赖将军出如邪。白沙元丰元年冬，咸入东岳。东岳祖发兵拒险，使训北将军，守武陵，拜楼船军戍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塘元中谷斩训。北将军魏与侯，自兵未往，故越掩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欲于善，不听。及恒海军至，杨以其一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及故越建成侯敖与游王居 ，PG 1275，古谋拒杀于善，以其众将恒海军。封居谷为东城侯，万户。封敖为开陵侯，封阳为卯石侯。恒海将军说为暗道侯，恒海笑。魏福为辽阴侯。福者城阳王子，故为海长侯，做法师爵从。君王公以宗室故侯。及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军将，封魏吴袭侯。故欧洛将左黄铜斩西于王，封魏下夫侯。于是天子曰：“东越侠多祖，名越汉，数反复赵君立皆，将其名袭楚江淮之间。东越地遂虚。朝鲜王满燕人，自始燕时常掠蜀征番，朝鲜未至立。驻帐秦灭燕，属辽东外角。汉兴魏远南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沛水未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王命拒党千余人追截蛮夷，扶而东走出塞，渡沛水，居秦故空地上下帐，烧。亦属征番，朝鲜蛮夷及故燕，其王在者王之，都王显。会校会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魏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到边，蛮夷军常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文上取之，以故满的以兵为财物轻将其旁小邑征番临屯皆来服。蜀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右汉王人资多，又未尝入见征番。臣国御尚书见天子，又拥燕福通。元丰二年，汉使设河桥御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临沛水，时欲刺杀宋河者，朝鲜必王长。即渡水，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尚为其名美。”符节拜河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愿和，发兵袭攻，杀河。天子慕罪人及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纵其福渤海。兵五万，左将军寻至出辽东，诸右渠。右渠发兵拒险，左将军卒多虑辽东士兵先纵败散。渤海走，作法斩。楼船将其兵七千人先至王显。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击楼船。楼船军败走，将军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及朝鲜沛水西军未能破。PG 1276，天子为两江未有利，乃使为山阴兵威往御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将，恐将诈杀臣。今见信捷，请扶将。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沛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未变，为太子以服将，疑令人无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之，遂不渡沛水，复隐归。山报天子诸山，左将军破沛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一往会居城南，
右渠遂坚城守，数月未能下。左将军素世忠，姓江燕，代族，汉成胜军多交。楼传将其族入海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困入王族，族皆恐。将心残，其为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急之，朝鲜大臣乃应。监使人私约将楼传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传齐战，楼传欲救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见系降下朝鲜，不肯。心腹楼传一顾两将不相得。左将军心意楼传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虑不能前，乃使为山御将右渠不能专决，与左将军相误足举。曰：今两将围城右乖异，已固久不决。时故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楼传数其不会。据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传，又且与朝鲜共灭吴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传将军入左将军军纪事，即令左将军系下直服楼传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诸岁。左将军以并两军，即急及朝鲜。朝鲜乡路人相韩陶倪西乡参将军王家相与谋曰：时欲将楼传，楼传今止独左将军并将，战一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陶夹陆人皆王将汉，陆人到死。元丰三年夏，倪西乡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将，王显成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以右反复功立。左将军使右渠子长将乡路人子罪告谕其名诸成矣。故遂 PG 1277定朝鲜魏征藩临屯乐浪玄兔四郡，封参魏晋清侯、陶魏秋居侯、夹魏平州侯、长魏己侯。遂以父死颇有功，未举阳侯。左将军征至，作征公相及乖计气势。楼传将军亦作兵至裂口，当代左将军善先纵，师王多当诸孰未数人。赞曰：楚越之先，立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践亦以越薄。秦灭诸侯，为楚上有滇王。汉诸西南夷独滇复宠，及东越灭国千众，由王巨谷等犹为万户侯。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越起严助。朱买臣朝鲜游涉河，遭事复胜，动能成功，然以秦矣。追观太宗田府未陀，其古所谓朝夕以礼，怀远矣的者哉。 PG 1278卷96上西域传第66上。西域以孝武十始通本36国，其后稍分至50余街。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6000余里，南北1000余里，东则接汉，鄂以玉门、阳关，西则县以葱岭。其南山东出京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出，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合河，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沿泽者也，去玉门、阳关300余里，广袤300-400里。其水亭居东下不增减，皆以为前行地下，南出于基。十为中国河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坡河西行。至沙车为南道，南道西于葱岭，则出大月市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于葱岭，则出大宛康居燕菜燕。
西域诸国大律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一俗，故皆亦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志同蒲都尉，使领西域长居焉。其为须未离间赋税诸国，取赋给焉。自周衰，戎狄错居精卫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借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兴至于孝武，是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基。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将浑邪修图王遂空其地，使驻令居以西，出至酒泉郡，后稍发喜名充实之，分至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二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 PG 1279占据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亦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焉，则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离间有田族数百人，至使者校尉领户以给使外国者。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户善善以西数国，即破孤师未尽，遣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时汉独户南道未能进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叛单于将众来将，户善善以西使者正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未归的侯及未安远侯。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疾病户北道，故号曰东户。东户之起，自即至矣。同蒲都尉有此霸，匈奴亦若不得进西域。于是起屯田，田于北虚间披沙车之地。屯田校尉时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吉安吉之，可吉吉之。都护至物垒城，去阳关2738里。与渠离田关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卫中，故都护至焉。至元帝时，复置物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资历之将人众1700余人将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魏乌贪资离帝以处之，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理远近详实矣。出阳关，自尽着使曰绰羌。绰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1800里，去长安6300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户450口1750胜兵者500人。西于且莫接，随续逐不草不田作养善善且莫谷。山有铁自作兵，后有弓矛斧刀剑甲。西北至善善乃当道云。善善国本名楼兰，王至汉尼城，去阳关1600里，去长安6100里，户1570口14100胜兵2900。12人辅国侯却胡侯善善都尉及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及车师军各1人，一长2人。西北去东户至所1785里 PG 1280至莫山国1365里，西北至车师1890里。地沙鲁少田祭田阳谷旁国国出遇多家尾称柳胡同百草云随绿木竹水草，有驴马多驮他，能作兵，与绰羌同。出武帝贤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10余倍。楼兰孤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辉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诚意，兵弱一急。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蜀国齐集郡兵数万及孤师
王辉恕为楼兰所苦，上令辉左破奴将兵。破奴与亲骑700人先。至鲁楼兰王遂破孤师，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卓野侯，辉为号侯。于是汉列廷杖至玉门矣。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一子侄，匈奴一子侄汉。后二师军及大宛，匈奴欲遮之，二师兵胜故。敢当即遣其因楼兰后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闻，将兵屯玉门关，为二师后拒捕得牲口之状已闻。上诏闻变，告引兵捕楼兰王。将指缺不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良属无以自安，愿喜国入居汉地。上执其言，遣归国邑。因使后思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征和元年，楼兰王死，国人来请侄子在汉者，欲立之。侄子常作汉法，下蚕室宫刑，故不遣。报曰：世子，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楼兰更立王，汉父则其侄子。一遣一子侄匈奴，后王又死，匈奴先闻之，遣侄子归，得立位。王汉遣使召新王，令入朝，天子将加厚赏。楼兰王后妻故，继母也谓王曰：先王前两子侄汉皆不还，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计，谢使曰：新立国未定，愿待后年入见天子。然楼兰国最在东陲，晋汉当白龙堆，伐水草，常主发岛，赋水丹粮，宋迎汉使，又数未立足所寇，诚爱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后奸，数遮杀汉使，其弟未图其将汉，据言状。PG 1281。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副介子往祀齐王。介子，清江勇敢士，积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遂将其王平与壮士二人从后赐，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高欲以王父汉罪，天子遣我。诸王当更立王帝为图其在汉者。汉兵方至，无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常归守，持船一缺，悬守北缺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为图其为王，更名其国为善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阻，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丹若，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一巡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击鼓令臣的一骑微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力士40人，田一巡以田府之。其后更至东魏，一巡官至石辞矣。善善当汉道冲，西通遣墨720里。自遣墨以往接种武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一乃纪云。遣墨国王至遣墨城，去长安6820里。户230，口1610，胜兵320人。辅国侯左右将一长各一人。西北至东户治所2258里，北接玉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葡萄诸果，西通荆绝2000里。小宛国王至汉陵城，去长安7210里。户50，口50，胜兵200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户治所2558里，东与绰羌接，辟南不当道。荆绝国王至荆绝城，去长安8820里。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荆绝都尉左右将一长各一人。
北至东户治所2723里，南至荣卢国四日行。第二峡，西通汉弥460里，荣卢国王至北品城，距长安8300里。户240，口1610，胜兵300人。东北至东户治所2858 ，PG 1282里，东于小碗，南与绰羌，西与渠勒街，僻南不当道。汉弥国王至汉弥城，距长安9280里。户3300，百四十，口24000，胜兵3540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军各一人，一长二人。东北至东户治所3553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街，西通于田390里。今明宁弥，渠勒国王至监都城，去长安9950里。户301，十，口2170，胜兵300人。东北至东户治所3852里，东与荣卢，西与绰羌，北与汉弥街。于田国王至西城，去长安9670里。户3300，口19300，胜兵2400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军，东西城长，一长的一人。东北至东户治所3947里，南与绰羌街，北与姑墨街，于田之西，水接溪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源出焉。郭玉石，西通皮山380里，皮山国王至皮山城，去长安1050里。户500，口3500，胜兵500人。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军，一长各一人。东北至东户治所4292里，西南至乌察国1340里，南与天堵街，北至姑墨1450里，西南当济兵乌邑山梨道，西北通沙车380里。乌察国王至乌察城，去长安9950里。户490，十，口2733，胜兵740人。东北至东户治所4892里，北与子河蒲犁，西与南都街。山居田石间，有百草，垒石卫士，名皆手引。出小布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限度，去阳关5888里，去东户治所5020里。限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渡云。西叶国王号子和王，至乎前谷，去长安1250里。PG 1283，户350，口4000，胜兵千人。东北到东户治所5046里，东与皮山，西南与乌察，北与沙车，西与蒲犁街。蒲犁集伊奈吴雷国皆西叶类也。西叶与胡邑其种类羌低行国随续竹水草往来，而子河土地出玉石。蒲犁国王至蒲犁谷，去长安9550里。户650，十，口5000，胜兵2000人。东北至东户治所5396里，东至沙车540里，北至疏勒550里，南与西叶子河街，西至吴雷540里。侯都尉各一人。祭田沙车，种俗于子河同伊奈国王至去长安1150里。户125，口670，胜兵350人。东北至东户治所2730里，至沙车540里，至吴雷540里，北至疏勒650里，南与子河街，俗相与同。韶谷祭田疏勒沙车，吴雷国王至吴雷城，去长安9950里。户千，口7000，胜兵3000人。
东北至东户治所2465里，南至湖里540里，南与乌察，北与捐毒，西与大月市街。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南都国王志去长安1150里，户5000，口31000，胜兵8000人。东北至东户治所2850里，南至吴雷340里，西南至济兵330里，南与绰羌，北与修寻，西与大月市街。种五谷、葡萄、诸果。有金、银、铜、铁做兵与珠。国同属济兵。济兵国王志寻先城，去长安12200里。不属东户，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东户治所6840里，东至乌察国2250里。东北至南都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市，西南与乌一山里街。携匈奴破大月市，大月市西军大夏，而塞王南军济兵。塞 PG 1284。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修寻、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济兵地平温和，有木粟、杂草、奇木、檀、环、紫竹。七种五谷、葡萄、诸果，分至原田。陛下师生到东时生菜，其名巧雕文刻镂，至宫室之际，赐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席以为器。是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木为人。面出风牛、水牛、象、大狗、木猴、孔雀、猪鸡、珊瑚、鹿。破壁琉璃，他续与诸国同。自武帝始通济兵，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戍。票杀汉使，乌头劳死，子戴笠，遣使奉献。汉使官都尉文忠送。其使王父遇害中，终决之，乃与戎区王子殷莫父共合谋攻济兵，杀其王，立殷莫父为济兵王，受印绶。后君后赵的史记兵与殷莫父相失，殷莫父所锒铛的杀父以下70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狱不露，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清说大将军王凤曰：“前济兵王殷莫父本汉所立，后族叛逆，夫的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直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通后蛮夷，切快其求者，未攘彼而未寇也。今献度之恶，非济兵所能越也。其乡牧不足以安西域，虽不复不能为城郭。前清逆节，恶报西城，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假见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民，故凡使者送至献度，恐失时见期。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侯是百余人，五分夜集，高斗自守，上时未所亲到，驴畜富粮，须诸国饼食，得以自善。国或贫小不能食，或劫侠不肯给，勇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岂该无所得，离一而寻，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返。又立大头痛 ,PG, 1285。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板，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尺磐石板，道狭者尺6-7寸，长者近30里。林峥嵘不测之深，行者其不相持，绳索相引，2000余里乃到县。杜畜队为半坑谷近米碎。人堕是不得相收拾，险阻为害，不可胜言。圣王分九州，置五福，勿胜内，不求外。今遣使者，
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甲，劳力士之众，设为难之路，罢闭锁。是以是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夜已受劫，可至皮山而还。于是奉白从亲言，祭兵实力赏赐甲士，其使数年而移至云乌义山离国，王去长安12200里。故蜀东户，户口盛，兵大国也。东北至东户至所60日行。东与祭兵，北与扑挑，西与离间，挑之皆。行可百余日，乃至挑之。国临西海，蜀师田道，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军长安息亦属之，以为外国善炫。安息长老传闻条之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常见也。自条之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乌戈地属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供是是列钱或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祭兵同，而有逃拔师子西子俗众妄杀，其前独闻为人头，目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西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力善善而难行，至乌一山离南道即已，转北而东得安息。安息国王至番都城，去长安11600里。故蜀东户，北与康居，东与乌义山离，西与条之街。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义祭兵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木为夫人面。王死者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归水商贾车船行庞国，书草庞行为书记。武帝时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20000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东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 ，PG 1286。关汉帝以旦鸟卵及离间炫人献于汉天子，大说。安息东则大月氏，大月氏国至监视城，去长安11600里。故蜀东户，户10万口，40万胜兵10万人。东至东户至所4740里，西至安息49日行，南与祭兵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陀陀，大月氏本行国也，随序以喜与匈奴同俗，控弦10余万，故强侵匈奴。本居敦煌，其连间至昌顿丹于攻破月氏而老，上丹于杀月氏，以其头为引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极大，下而陈之，都归水北魏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大夏本无大郡长，诚意往往至小长，民若未战，故月氏喜来，皆陈续之，共秉汉使者。有五系侯，亦曰兄密系侯，至河莫城，去东户2841里，去阳关7802里。二曰双米系侯，至双米城，去东户3741里，去阳关7782里。三曰贵双系侯，至户早城，去东户5940里，去阳关7982里。四曰西顿系侯，至薄毛城，去东户5962里，去阳关8202里。五曰离父系侯，至高富城，去东户6041里，去阳关9283里。凡五系侯，皆属大月氏。康居国王东至乐月逆地，告碑田城，去长安12300里。故蜀东户，至月逆地马行7日，至王下所居郭内9104里。户12万口，60万胜兵12万人。东至东户至所5550里，与大月氏同俗。
攻击是匈奴。宣帝时，匈奴乖乱，武丹于并征，汉永历呼韩邪丹于耳。置之丹于愿望，杀汉使者，西祖康居。其后都护甘延寿，复孝。魏陈汤发物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诛灭置之丹于与在。DG 1287，甘延寿、陈汤传。是岁，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时，康居前子是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慢，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顺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接受其职，子然三国内相疏宜，交通如故，亦相后思，见变则发。何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意。已经言之，结配乌孙敬畏有意，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亦不可拒。而康居交侠，岂不肯拜使者？都护立志齐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引使矣，乃引旦都护立，故未无所省以夸庞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室？其御甲是未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霸国今是汉齐备，闻康居不败，且使丹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世子绝悟副使，以彰汉家不通五里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驼驼时，皆苦之。空霸号所过，宋营交侠绝远之国，非志计也。汉为其心通重志远人，终积靡而未决。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燕蔡国，控贤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涯，盖北海云。康居有小王武，亦曰苏元王，至苏元城，去都护5776里，去阳关8025里。二曰覆没王，至覆没城，去都护5767里，去阳关8025里。三曰与逆王，至与逆城，去都护5266里，去阳关7525里。四曰济王，至济城，去都护6296里，去阳关8555里。五曰傲坚王，至傲坚城，去都护6960里，去阳关8355里。凡五王，属康居。大宛国王至贵山城，去长安12550里，户60000，口300000，胜兵60000人。父王、辅国王各1人。东至都护治所4031里，北至康居碑田城1510里，西南至大月市。PG 1288，690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市，皆土地风气物类民俗语。大月市安席同，大碗左右以葡萄为酒，妇人藏酒至万余石，酒者至数十岁不败。俗其酒，马其木素，碗别一70余乘，多善马。马汉穴言其先天马资也。张骞时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碗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其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日天子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无寡首，献马3000匹。汉军乃还，与在张骞船。二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媚蔡为宛王，后遂与宛贵人以为媚蔡产，使我国欲图相与共杀媚蔡，立吴寡弟禅封为王。遣子入室，执于汉。汉因使史禄赐政府之，又发使十余倍抵宛西诸国求其物，因封御以伐宛之威。宛王禅封与汉约，遂献天马2匹。汉使采仆，
好，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用外国使来种一种葡萄，目宿离公馆旁，即望焉。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一言，然大同自相小之也。其人皆深目多虚然，善假事争分诸。贵女子，女子所言仗，夫乃绝症。其弟无私妻，不知铸铁器，及汉始王族将教铸作，怕兵器，隔汉黄白金，折以为器，不用未必。自乌孙以西至安息，敬匈奴。匈奴常困越事，故匈奴使迟。甘于一信到国，国传颂时，不敢留苦。及至汉始，非出必务不得时，无事去不得其。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是乃得所欲。即呼韩邪单于朝汉，后贤尊汉矣。陶怀国王去长安万一千八十里，户七百，口五千，胜兵千人。修寻国王至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 ，TG 1289，1121里至捐毒眼敦谷260里，西北至大宛国九120里，西至大月是1610里。云俗衣服类乌孙阴序，随水草本固塞种也。捐毒国王至眼敦谷，去长安9860里，户380。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2861里，至出乐。南与葱岭属无人名，西上葱岭则修寻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沙车国王至沙车城，去长安9950里，户2300。百三十九口万六千三百七十三，胜兵3049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军、背西夜军各一人，都为二人，一长四人。东北至都护治所4746里，西至疏勒560里，西南至蒲犁740里，由铁山出青玉。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沙车王爱之。沙车王无子，死时万年在汉。沙车国人既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沙车王。汉许之，遣使者西充国送万年。万年出力报恶国人不说，沙车王帝忽图征杀万年，并杀汉使者，自立魏王，曰诸国被汉。会魏后，冯奉氏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及杀之，更立他坤弟子为杀车王，还拜奉氏为光禄大夫。是岁，元康元年也，疏勒国王至疏勒城，去长安9350里，户1500，一时口18647，胜兵2000人。疏勒侯及胡侯、辅国侯都为左右将、左右骑军、左右议长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2210里，南至沙车560里，有市列西当大月市大宛康居道也。魏头国王至魏头谷，去长安8650里，户300，口2300，胜兵800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骑军各一人。TG 1290，东至都护治所1411里，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1314里，进到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TG 1291，卷96下西域传第66下，乌孙国大昆弥至赤古城，去长安8900里。户120000，口630000，胜兵188800人。湘大陆左右大将二
人侯三人，大将东魏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齐军一人，东至都护至所迁721里，西至康居郭内地5000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凉，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4-5000匹。民刚恶，贪狼无性，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基属，不肯往昭惠。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是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霸越，世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即破大月氏，大月氏喜西沉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名有塞种，大月氏种云。使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后陆昭令东居故地，弃以公主与魏昆帝以至匈奴。语在张骞传，武帝即位，令千机金币铸。昆莫见千如丹于礼，千大惭，谓曰：“天子至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其他如故。初，昆莫有十余子，中子大陆强，善将，将众万余其别居。霸陆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邹，太子早死，谓昆莫曰：“必矣。”岑邹谓太子，昆莫哀取之。霸陆怒，乃收其昆弟，将众叛。谋攻岑邹，昆莫与秦邹万余骑，令别居。昆莫亦自有万余骑矣。自备国分为三，大总基属昆莫。千骑至次，谕指曰：“乌孙 ，PG 1292。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拒匈奴不足。或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敬匈奴，俯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喜。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宋谦，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后，归齐国，齐国后乃亦众汉。匈奴闻其与汉通，沐浴及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越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上汉宫。主魏昆帝，天子问群臣，一许曰：“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戏君魏公主以妻焉，自成于服御物，未被官署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公主至齐国，自置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毕国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谓作歌曰：“吾家嫁我西天一方，远托一国西乌孙王。穷庐卫，是西瞻未强，以肉喂食西涝未江。居长土思西心内伤，愿为皇古西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兼遂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邹上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邹遂欺公主，昆莫死，岑邹代立。岑邹者，官号也，名君须弭。昆莫王号也，名列焦弭。后书昆弭云：“岑邹上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汉父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邹。岑邹胡，父子倪弭尚小，岑邹且死，以国与继父大陆子翁归弭，曰：‘倪弭大，以国归之。’”翁归弭既立，号肥王，父上楚主解忧，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弭，次曰万年，为杀车王，次曰大乐，为左大将，长女必使为归兹王将兵妻。
小女素光未若呼系侯妻。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其田车师，车师与匈奴。卫一共亲乌孙为天子姓就之。汉养士马亦欲及匈奴。PG 1293。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亲兵乌孙，取车言恶师弟收人民去，使使卫乌。孙去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办精兵，自己人马五万，其尽力及匈奴。为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兵大发时，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与在匈奴船。遣校尉常会使持截护乌孙兵，昆弥自江西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人至右谷里王平或单于复行及扫居次明王离水于东魏千长其江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驼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还封会未尝罗侯是岁本始三年也汉遣会持金必赐乌孙贵人有功者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会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米位四得令父上汉公主结婚重卿汉爵匈奴元聘马罗各千匹赵夏公卿义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绝育变故难保不可许上美乌孙兴立大功又重爵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引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未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至官署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军长大脚底射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会卫父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郭皇未出塞闻乌孙昆弥翁归弥死乌孙贵人共从本曰立岑邹子尼米代卫昆弥号狂王会上书愿留少主郭皇会持至乌孙则让不利元贵米位昆弥还迎少主世下公卿望之父以为乌孙持两端南约节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得安此已是以宴也令少主以元贵米不利而还幸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摇曳将兴其缘其此天子从之争还少主皇王父上除主解忧生衣难吃米不与主和又报恶失众 PG 1294汉使卫司马卫何意父侯任昌送世子公主言狂王为乌孙所患虎一株也遂谋置酒会罢使事拔剑及之剑旁下狂王商上马驰去其仔细审受会兵为何意昌及公主于赤谷城。数月都护正吉发诸国兵救之乃解去。汉遣中郎将张尊持衣要至狂王赐金二十金采增。因收何意昌系所从狱里砍。车至长安斩之。车骑将军常使张翁刘晏公主与使者谋杀狂王。状主不服叩头谢张翁族主头骂立主上书翁还作死副使季都别将一仰视狂王狂王从时于其送之都还作之狂王当诛见便不发下惨事初肥王翁归米胡父子乌旧徒狂武伤石经与诸系侯聚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郭皇遣使者按行表川卑低侯景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卢仓以讨之
初，楚主事者冯辽能史书习事，常持汉书为公主使行。赏赐于陈郭诸国，尽信之，号曰冯夫人。魏乌孙幼大将妻幼，大将与乌旧徒相爱，都护正吉使冯夫人说乌旧徒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将。乌旧徒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前夜者逐次，其门甘延寿未复，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召乌旧徒一长罗侯赤古城，立元贵米为大昆弥。乌旧徒为小昆弥，皆赐应寿。霍羌将军不出塞海，后乌旧徒部尽归朱系侯民众。汉复遣长罗侯会将三孝屯赤谷，因为分别齐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复小昆弥元贵米吃米皆病死。公主上书言年老土司，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敏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虽甘露三年也，十年且七十，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后朝见以比公主，后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云。PG 1295。元贵米子兴米代为大昆弥，若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兴米，汉遣之，卒百人送焉。东户韩宣奏。乌孙大力大怒，大奸皆可以赐金印子寿，以尊府大昆弥，汉许之。后东户韩宣复奏，兴米却弱，可免，更以继父左大将乐代为昆弥，汉不许。后段惠宗为东户招还王叛，安定之。兴米死，子慈立米代，小昆弥乌旧徒死，子府离代立为翌日二所杀。汉遣使者立府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二王祖康居汉喜以孝屯孤墨御后便讨焉。安日使贵人孤墨逆等三人，诈王从日二次杀之。东户连包赐孤墨逆等金人二十金，增三百匹。后安日为将民所杀，汉立其弟墨镇江代。十大昆弥辞立米见系侯皆未服之，告明牧马畜无使人牧，国中大安和翁归米。十小昆弥莫镇江恐未所病，使贵人乌日领诈降刺杀慈利米。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惠宗持金币与东户图方略，立慈利米继父公主孙一至米为大昆弥。汉没入小昆弥世子在京师者久之，大昆弥系侯南七杀莫镇江，莫镇江凶安日子安离。米代为小昆弥，汉恨不自诛莫镇江，复使段惠宗即斩其太子藩丘还四绝关内侯。是岁元延二年也，惠宗以系侯南七杀莫镇江，虽不止为汉，何与讨贼奏矣。未坚守都尉则大陆大力大奸以慈利米见杀状夺金印子受，更与同墨云墨镇江地碑原地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于口北富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两昆弥未知，轻以都护。而帝元寿二年，大昆弥依至米与丹鱼并入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碑元帝杀乌日陵以自孝，汉封未归一侯。两昆弥皆若碑元帝亲临，东户孙见其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名岁。孤墨国王至南城，去长安8150里，户2200 ，PG 1296，口24500。胜兵4500人。孤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军各一人，一长二人。东至东户治所2020一里，南至于田马行15日，北与乌孙接出铜铁雌黄
东通贵资670里。王莽时，国莫王成杀温宿王，并齐国。温宿国王至温宿城，去长安8350里，户2200，口8400，胜兵1500人。辅国侯左右江、左右东卫、左右骑军一长各二人。东至都护至所2380里，西至魏头300里，北至乌孙赤谷610里。土地物类所有与鄯善、诸国同。东通姑墨270里。龟兹国王至盐城，去长安7480里，户6900，七十口81317，胜兵21076人。大都、魏城、辅国侯、安国侯及胡侯、却胡东卫及车师东卫左右江、左右东卫、左右骑军、左右立府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军三人，一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浅墨，西南与乌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皆。能住也有千。东至东，户至所乌垒城350里，乌垒户110，口1200，胜兵300人。城东卫一长，各一人，与东户同治。其南330里至渠犁，渠犁城东卫一人，户130，口1480，胜兵150人。东北与玉犁，东南与浅墨，南与精绝街，西有河至归，自580里，自武帝出通西域，至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施行32年，海内虚号。征河中二师将军李广利以军将凶。五上计回远征伐，而搜宿东卫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截之，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盖田5000顷以上。楚温和田美可一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增，可以一谷食，以给足不乏。臣愚以为可。PG 1297。遣屯田族亦故轮台以东，至校尉三人分户，各举徒地形通利。沟渠务实以食一种五谷，张掖酒泉遣其驾司马卫斥侯属。校尉是有便宜，因其志以闻。田一岁有积谷，牧民壮健有。累重感喜者一田所，就续积为本业，亦肯盖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未变。陈景遣征是陈昌分部行边。延赤太守都为民烽火，选士马景赤侯续交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国以安其意。臣未死请。上乃下诏，深臣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一民赋30铸边用，是众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足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及车师时，为须玉离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叙时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为车师将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制道上时汉军。汉军破城，时至多然士自宰。不足以尽师，强者尽时处产，累者到死数千人。阵发酒泉驴，驼驼复时出玉门迎军。立足起张掖不甚远，然上思留其众。囊者阵之不明，以君后鸿尚书言匈奴伏马前后卒至城下，持言秦人我盖若马，右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二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危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师归，不及，不行。来者以伏马书便是丞相御史2000朱大夫郎尉。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城中赵破奴等，皆以鲁自服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是人有余。
义。支卦的大过爻在九五，凶无困败。公君方是太史日星。旺气及太过归失皆以为吉，凶无必破，时不可再的也。又曰北伐行将与釜山必克，挂珠江二师最吉，故振清发二师下釜山，赵之必无深入。今计谋挂赵皆反妙，重合侯德。鲁后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乌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阻军。甘于移天子马球，常使乌助之。伏马者阻军是也。PG 1298。右国汉军亦将不及。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来者二失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秦远田伦，还欲起庭岁，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幽冥也。今朕不忍闻。罢。鸿胪等右翼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愤，五国所弗能畏也。且匈奴的悍将者，常提夜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兰出不惊，帐后常历使足猎兽，以皮肉喂力足苦儿。烽火伐，示意上及不得，后将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刚，今物在进科报，指善父立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无法武。备而已。郡国二千十个上进去马方略补编壮，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复明侯，以明休息思复养民也。初，二师将军李广利及大宛还过乌弥，乌弥遣太子赖丹为职于归兹。广利则电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归兹何以的？受乌弥职，即将赖丹入至京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翼以乌离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离地皆相连也。归自贵人故意为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吴国，今配汉应受来破吴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汉未能争。宣帝时，长罗侯常会使乌孙孩田宜发诸国兵和五万人。公归兹则以前杀校尉赖丹。归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未贵，人孤意所误，我无罪。直孤意议会，会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古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归兹。归兹遣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为孩，惠女过归兹，归兹王留不遣复使。时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归兹。王将兵亦受其夫人，上书言得上汉外孙魏昆帝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应受。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起秀杂增奇珍凡数千万。刘PG 1299。且一年后赠送之。后书来朝贺，恶汉衣服制度归其国制。公事坐席到周围，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归兹王，所谓罗也。将兵死，其子成的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游数，汉遇之亦甚亲密。东通玉离650里，玉离国王至玉离城，去长安6750里，户1200，侯9600，胜兵2000人。玉离侯安氏侯左右江左右都魏及胡军各一人，一长二人。西至东户治所300里，南与善且未接。为虚国王至为虚城，去长安7290里，户700，口4900，胜兵2000人。及胡侯及胡都尉左右江左右
都为左右骑军及胡军一长各一人。西至东户治所500里，至燕齐100里。燕齐国王志元渠城去长安7300里。户4000，口3。万2100，胜兵6000人。及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及胡左右军及车师军归一车师军各一人及胡。都尉及胡军各2人，一长3人。西南至东户治所400里，南至玉离100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乌滩资离国王至于楼谷去长安1330里。户40。一口231，胜兵57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1人。东与丹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卑陆国王至天山东甘当国去长安8680里。户227，口1387，胜兵422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议长各1人。西南至东户治所1287里。卑陆后国王至番渠肋谷去长安8710里。户四162，口1137，胜兵350人。辅国侯都尉 TG 1300，一长各1人，将2人。东与玉立师，北与匈奴，西与结国，南与车师接。玉立师国王至内堕谷去长安8830里。户白九十，口1445，胜兵331人。辅国侯左右都尉一长各1人，东与车师后城长，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丹桓国王至丹桓城去长安8870里。户27，口194，胜兵45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一长各1人。胡肋国王至天山西疏鱼谷去长安8360里。户325，口2032，胜兵799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各1人。西南至东户治所1387里。胡肋后国王去长安8630国。户百口1070，胜兵334人。辅国侯将、左右都尉一长各1人。西且弥国王至天山东于大谷去长安8670里。户332，口1926，胜兵738人。西且弥侯左右将、左右骑军各1人。西南至东户治所1487里。东且弥国王至天山东对虚谷去长安8250里。户191，口1948，胜兵572人。东且弥侯左右都尉各1人。西南至东户治所1587里。结国王至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8570里。户九十九，口500，胜兵115人。辅国侯都尉一长各1人。西南至东户治所1487里。胡胡国王至车师留谷去长安8200里。户55，口264，胜兵45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1人。西至东户治所1147里，至燕齐770里。山国王去长安7170里。户450，口5000。PG 1301，胜兵1000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一长各1人。西至魏离240里，西北至燕齐160里，西至为虚260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出居，祭田底谷于燕齐为徐。车师前国王至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8150里。
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军、通善军、襄善军各一人，一长二人。西南至东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燕齐八百三十五里。车师后国王置物土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及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明军一长各一人。西南至东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车师都尉国户四十，口三百三十三，胜兵八十四人。车师后城长国户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胜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将者借和王位开陵侯，将楼兰国兵使及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和侯马通将四万骑及匈奴到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玉离、为须凡六国兵别及车师，勿令得遮重和侯。诸国兵共为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武将将兵及匈奴车师田者经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君素欲以为直。君素燕齐外孙，不欲直匈奴，王走燕齐。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即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叫匈奴这汉道通乌孙者。帝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喜将免刑罪人田渠离。PG 1302，击鼓欲以攻车师，至秋收鼓，即喜发陈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于所将田氏千五百人共及车师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会军时进，即等且罢兵归渠离田。收秋毕，复发兵攻车师王于石城。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由意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由教王及匈奴边国小仆类斩首掠其人民以降级。车师旁小金复国随汉军后到车师，车师王父子请急破金复。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即喜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即喜及刘仪后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即等引兵归渠离。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亲计奔乌孙，即即迎其妻子至渠离。东奏事至酒泉，有诏还田渠离及车师，一击鼓以安。西国清匈奴，即还传送车师王妻子一长安，赏赐甚厚美。昭惠四仪长尊贤以示之，于是即使使立足三百人别田车师。得将者言丹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敬匈奴，使汉得之。多田击鼓，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国遣其来及田者，即乃与校尉进将渠离田氏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复亦遣其来，汉田卒少不能当，保车师城中。匈奴将及其城下尉及曰：丹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城数日乃解，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即上书言车师去渠离千余里，兼以河山北境匈奴汉兵在渠离者，是不能相救，愿意田卒。公卿亦以为道远繁费可，且罢车师田者。赵遣长罗侯将张掖、酒泉骑出车师北千余里，杨威武车师旁，胡骑引去，即乃得出归渠离。凡三校尉屯田，车师王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遣使上书愿留车师王。
被国有疾，可从西道以及匈奴。汉许之。于是汉召故车师太子。君素在燕齐者，立以为王，竟喜车师国民令居渠离，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的晋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后汉使侍郎殷广的则乌孙求车师王乌贵将一缺赐地与其妻。PG 1303。子居。是岁元康四年也。其后至数几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传北通玉门关往来。插进戊己校尉徐溥玉开以省道礼办避白龙堆之恶。车师后王姑据以道当为主治心不变也。帝幼婆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曾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据使正之不肯细之。姑据数以牛羊求利求出不得。姑据家毛端生火其妻骨子邹为姑据。曰毛端生火此兵器也利以用兵。前车师前王魏东护司。马左杀。今酒戏必死不如将匈奴。疾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来王唐都国比大冢赤水枪数相冠不生告急。东护。东护但亲不以时救助唐都困急愿亲东守玉门关。玉门关不内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将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尚书言状。是时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将王昌等使匈奴。告单于西域内属不当的受。单于谢属执二王以赴使者。马。使中郎王蒙代西域鄂都奴介上冯寿。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莽不听诏下会西域诸国王陈君斩孤据唐都矣。使之。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兴公真封为右伯当初西域。车师后王须至离闻之与其右将古堤左将师尼之谋曰闻。真公为西域泰国当初故事给使者牛羊骨除胶导义。前武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泰国复出国一平恐不能。称欲王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至离宴问辞服。乃谢至都护旦亲在所乐楼城。至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亲则斩至离。至离兄辅国侯胡兰之将至离众二千余人驱。处产举国王将匈奴。是时莽亦单于喜单于恨怒遂受胡兰之将遣兵与共。冠及车师杀后成长商都护司马及胡兰兵赴还入匈奴。十 PG 1304。戊己校尉刀护病遣使臣梁屯还且谷被匈奴扣。始终带取粮食。司马成韩玄领朱弼又取后任商领朱磊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匈奴欲大清。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将匈奴。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协朱廷令樊基兴分告朱弼曰匈奴。十万骑来人立誓皆持兵后者斩。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数里止臣火然。校尉开门击鼓收立誓两等随人遂杀校尉。高户及子男四人。朱坤弟子男独一妇女小儿。只留戊己校尉。成遣人与匈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二千骑迎两等。两等进。携略戊己校尉立誓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单于以粮代为乌奔。东魏。后三岁单于死弟乌磊单于贤立父与莽和亲。莽遣使。者多积金币禄单于购求陈粮中代等。单于竟收四人及首杀。高护者之因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卸砍车赴使者。到长安莽皆烧杀之。
其后莽复欺诈丹于和亲遂绝。匈奴大及北边，而西域瓦解，冤其国境匈奴，先判杀东户旦亲，莽不能讨。天凤三年，乃遣武威将王俊、西域东户李崇将务己校尉出。西域诸国皆交迎，宋兵鼓焉其诈降而聚兵自备。俊等将杀，车归辞兵七千余人，分卫数步入焉其，焉其伏兵要遮俊。即孤墨欲离，为虚国兵未反见，还共袭击俊等，皆杀之。为误，己校尉郭清别将兵后至焉其，焉其兵未还，清即杀其老弱，迎兵还。莽封清尉山胡子，李崇收于市，还保归资。数年莽死，崇遂没，西域英爵，罪凡国五十，自议长、成长、军、监、吏、大陆、百公、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乡至侯、王，皆配汉应受凡376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纪兵、乌义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故都路总领也。赞曰：孝武之事，图治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PG 1305。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越氏。单于师元由是远遁，而木拿摩王庭。高直文景玄墨养民武士，天下应富，财力有余，是马强盛，故能堵西部。待妹则见朱崖七郡，赶狗将竹杖则开赃科月归文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西，翠羽之争营于后宫，薄烧龙纹鱼目汗血之马冲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右。书方义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迎千门万户之功。立神明通天之台，新造甲乙之帐，落以随诸合璧，天子复府衣。席翠被逢玉脊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坐。八鱼都炉，海中荡极，蔓延鱼龙，脚底之细以观视之。极路一赠送，万里相奉，失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却九姑管盐铁铸白金，遭疲弊，算至车船租籍六处。名利区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后道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使出衣袖丈夫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兆，岂非人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竟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限度之恶。淮南杜清杨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书曰：西容及续与急救而去之，非上微服至其共物也。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互相侵附。匈奴能得骑马续战绩，而不能统帅与之进退。于汉隔绝道理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胜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吴以来，西域思汉威的贤乐内属，唯其小益善善车师借破匈奴，尚未所居。而其大国杀车于田之属，数前使至职于汉，愿请蜀都护。圣上原览古今，因时之遗积，弥不觉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至太宗之却走马，一兼之以亦何以上资。 PG 1306卷97上外七传第67上。自古受命帝王及祭体过文之君，非独内的貌也，盖亦有外。七之助焉，下之心也以涂山，而节之放也用墨洗。阴之心也以
有松即有星女，而纣之灭也必达己。周之兴也以将元及太任，太嗣，而幽王之情也迎褒姒，故亦击干、坤、师。守关辉、舒美离将，春秋击不轻盈。夫妇之计，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为婚姻未精精。夫乐调而四时合阴阳之变，万物之同也，可固甚与。人能弘道，莫如命和。甚哉非！匹之爱，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既欢何以？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耀其中，岂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非通幽冥之变，恶能是乎性命？汉兴殷勤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是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少史之号焉。至武帝至婕妤、护额、荣华、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是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是上卿，比列侯。护额是众二千石，比关内侯。荣华是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是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是千石，比中更。充衣是千石，比左更。七子是八百石，比右数长。良人是八百石，比左数长。长史是六百石，比五大夫。少史是四百担，比功成。五官是三百石，顺长是二百担。吴娟、共和、榆林、宝林、梁史、业者皆是百担。上家人子，中家人子是有。智斗时云：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TG 1307。高祖吕皇后，父吕公，丹妇人也，好乡人。高祖为时，吕公见而异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鲁元公主。高祖为汉王。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二年立孝惠为太子。后汉王的定陶妻姬爱姓，生赵隐王汝义。太子为人人弱，高祖以为不累己，常欲废之而立汝义，汝义累我。妻姬常从上之关东，日夜提气，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西见。一书如意且立为赵王，留长安，几代太子者数。赖公卿大臣争之，即赎孙通鉴，用留侯之策，得无益。吕后为人刚毅，左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长兄则为周吕侯，四兄是之为建成侯，代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临泗侯吕公薨。高祖公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相求妻夫人坤。前一者一令冲妻夫人冲且个曰子未亡，吾未鲁终日。冲薄暮，常与死未武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以女子邪？乃召赵王诛之。使者三反赵，襄州昌不遣。太后召赵襄，襄征至长安，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惠帝辞人，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暇与起居饮食。数月，帝臣出舍，赵王不能早起，太后赐其独居，使人持阵饮之。持帝还，赵王死。太后遂断妻夫人手足，去掩熏耳，饮赠药，使居局狱中，名曰人质。居数月，乃召惠帝是人质。帝视而问，知其妻夫人，乃大哭，因病遂于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谓，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以此日隐位赢了，不听政，七年而崩。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卫侍中，年十五。为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弟，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位。
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为君等。君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军居中用事。PG 1308。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信托获矣。丞相如辟强即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立孝辉后宫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复杀高祖子赵雍王友、共王辉及燕王建子，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台地产为梁王，建成侯氏之子路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位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道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并犬祸而崩，于在五行至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借产禄曰：高祖与大臣曰，废刘氏王者，天下共及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未变，必聚兵未攻，甚无送丧，为人所至。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璋等共诸产禄，西补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而迎立代王，是谓孝文皇帝。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上帝结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众卿，以公主女配帝位皇后，欲其生子，万方中无子，乃使杨卫有身，取后宫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位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位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位所谓。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作乱，乃忧之涌相，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下诏废之，与在高后继，遂忧死，更立衡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劳甚，然而无益也。吕太后崩，大臣正之族灭吕氏，少帝衡山、淮南、济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诛，独至孝惠皇后，废除北宫。孝文后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坟。高祖伯姬，文帝母也，父无人。秦时与故魏王宗女为媪通，生伯姬，而伯姬父死山阴，阴葬焉。及诸侯叛秦，魏暴立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许父相伯姬，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 PG 1309。与汉王相聚荥阳，天下未有所定。报出与汉及楚，即闻许父言，欣喜，因被汉而中立，与楚联合。汉使曹参等鲁魏王报以其国魏郡，而伯姬书之事，报已死。汉王入之事，见伯姬有诏魏后宫，遂于不得信。使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曰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信汉王。汉王四年，作河南城高陵台，此两美人士相与孝伯姬出时曰：汉王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汉王心凄然，怜伯姬，是日诏欲信之。对曰：昨暮梦龙俱妾穷。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信有身，遂终。生文帝，年八岁立魏代王。自有子后，西见高祖崩，朱姓姬戚夫人之属吕后怒，皆忧之不得出宫。而伯姬以西见故得出从子之代，魏代太后。太后帝薄昭从如代。代王历十七年，高后崩。大臣欲立后，及外家吕氏强暴，皆称薄是人善，故迎立代王为皇帝，尊太后为皇太后，封帝昭魏止侯。太后母一前死，葬历阳北，乃追尊太后父为灵文侯。会稽郡治元一三百家，
长城以下使奉守请庙，上时子如法。立杨义至林文夫人元，令如林文侯元仪。太后早师父，其奉太后。外家卫士有力，乃召父卫士，赏四个以亲书授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后文帝二岁，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用吕后不合葬。长陵故特自启陵敬文帝。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基与在行中。家在清河，愿如赵。进家请其主遣患者立必至我及赵之五中。患者望之物至即待五中。即奏赵可。当行窦基涕泣，愿其患者不愈。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姓窦基，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 PG 1310。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位入立位帝而王后卒，乃代王位。帝后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数月恭亲请立太子，而窦基男最长，立位太子。窦基为皇后，女为馆陶长公主。明年封少子武为代王，后喜良是为梁孝王。窦皇后清早卒，葬关津。于是薄太后乃召有司追封窦后父，为安城侯，母曰安城夫人，令清河至元义二百家，长城奉守。比邻文元法，窦后兄长君。地广国自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月迈，其家不知楚。传时于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木卧案下百余人，案崩，竟压杀卧者，少君独脱不死。自伯数日当为侯，从其家至长安，闻皇后新立，家在关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少，是其县民即姓，又常与其节采桑堕，用未服。姓尚书自陈。皇后炎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复问其所事，曰解去我昔时与我绝传舍中，盖木木我矣。犯我乃去。于是窦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后赐之。家于长安。将侯冠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献此。两人。此两人所出为不可不畏则师父，又复放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位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窦皇后即失明。文帝姓邯郸慎夫人，隐姬皆无子。文帝崩，景帝位皇后为皇太后，乃封广国为张武侯。长君先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晚时，太后从昆弟子窦婴瑕喜是为大将军，破吴楚封为齐侯。窦氏侯者凡三人。窦太后好皇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数太后后景帝六岁，凡历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罢。陵遗诏竟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至武帝时，为其侯窦，因为丞相后诛。PG 1311。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娶以为太子妃。景帝立薄妃为皇后，无子无宠。历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废。废后四年薨，葬长安城东平望亭南。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怀里人也。母臧固燕王臧荼孙也，为仲妻，生男姓于两女。而仲死，臧更嫁位。长陵田氏父生男冯胜。臧长女嫁为金王孙父，生一女。以而臧伯氏曰两女当贵，欲以两女夺金氏。
今世怒不肯与绝，乃内太子宫。太子心爱子，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时，薄皇后无子。后书，遂景帝立其立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立姬妒，而景帝诛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姓，立姬日月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惠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赠立姬短。景帝长属诸姬子，约五百岁后，善事之。立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心贤之而未发也。长公主日欲王夫子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幼儿囊者所梦日福既未有所定，王夫人又因使人去大臣立立姬为皇后。罢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一位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按诸大刑而废太子位。临江王立姬欲会不得见，以忧死。足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封皇后兄姓为盖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后女弟须亦复入，生四男。时，早卒，四子皆为王。皇后长女为平阳公主，赐南宫公主，赐龙绿公主。皇后历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为平原君，封田汾为武安侯，圣为周阳侯。王氏田氏侯 ，PG 1312，者凡三人。盖侯姓好酒，田汾、圣贪巧于文辞。汾至城，相追尊王仲为共侯，怀里起元邑200家，长城奉守。及平原君薨，从田氏葬长陵，亦至元亦如共侯法。初，皇太后为时所谓金王孙生女俗，在民间盖讳之也。吾这使吏韩嫣白之，帝曰：何谓不早言？乃车驾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直至其门，使左右入求之。家人惊恐，女逃匿。扶将出拜，帝下车立曰：大姐，何葬之身也？载至长乐宫，与巨业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位，受前千万，奴婢300人，宫田百顷，甲第以赐解。太后谢曰：为帝废，因赐他木役，好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诸侯，男号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于京师。太后凡历25年，后景帝15岁，元朔3年崩，合葬阳陵。孝武成皇后，长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陈婴与项羽俱起，后归汉，为唐义侯。传子至孙武，武上长公主，生女。初，武帝的立为太子，长主有立，娶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娇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的姓，己死者数焉。上欲怒，后又侠妇人媚道，颇绝。元光五年，上遂穷至。知女子楚服等作为皇后巫蛊祠祭祝祖，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300余人，楚服枭首于市。时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或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喜受，罢退居长门宫。明年，唐义侯武薨，主南虚四侯，主寡居。司敬董偃时余年，主薨，须作淫乱，兄弟争财，当死，自杀，国除。后书年废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东。孝武为皇后自子夫生为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裔。
子夫为平阳主欧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时，渔人是治家，地服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至美人地步，说既引欧者进，地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上衣轩中。PG 1313，德性还作欢甚，赐平阳主金千金。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车，主抚其背曰：“行矣。”抢饭免之，即贵愿无相望。入宫遂于不复姓。武帝则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姓，遂有身尊宠。召其兄为长君，帝卿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惧，遂立为皇后。先是为长君死，乃以亲卫将军及匈奴有功，封长平侯。亲三子在襁褓中，皆位列侯。及皇后结子霍去病，亦以军功为冠。军侯至大司马骠骑将军，亲卫大司马大将军。卫氏之属侯者五人。亲还上平阳主。皇后历七年，而男立为太子。后色衰，召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皆早卒。后有隐结于勾弋夫人更姓。魏后立三。18年，遭巫蛊事起，将冲位间，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冲，发兵，兵败，太子亡走。召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留，感奉册收皇后喜寿，自杀。黄门苏文、姚定汉于至公车令空舍，剩以小官一支城南同柏。魏氏熄灭，宣帝立，乃改葬魏后。追谥曰嗣后，至元邑300家，长城周卫奉守焉。孝武李夫人本已唱尽。初，夫人兄言年幸之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生便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世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民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在的。上叹息曰：善，是其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时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魏昌邑哀王。李夫人少儿早卒，上怜悯。焉图画其行于甘泉宫，即位嗣后废后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元上雅意以李夫人配时，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后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上曰：夫人病甚，待将不起，一见我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 PG 1314。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宴妥见帝。上曰：夫人帝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与兄弟尊言。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父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相虚，惜而不复言。于是上不说而起。夫人姐妹让之曰：贵人独步，可一见上属托兄弟邪？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身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为见爱性。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帅而爱迟，爱迟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为恶吐气我，亦尚肯复追思敏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礼葬焉。其后，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其人少翁言能治其神，乃夜张灯烛设为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
帽还卧坐而不又不得就是上寓意相思悲感未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天河山山起来迟令乐府朱英家弦歌之上又自未作赋以上道夫人其词曰美莲君以修护兮命超绝而不长是新官以言主兮敏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无会兮迎楚幽而怀伤是与马于山郊兮渊秋夜之不扬秋气惨以凄泪兮桂枝落而消亡神穷穷以摇思兮今浮游而出亮托沈因以旷久兮习波华之未央念穷及之不还兮为幼鸟之襄阳寒林夫以四风兮方杂兮以弥彰的荣于以衣米兮飘飘摇呼玉庄愿迎眼而抚迎兮连流逝而俄阳既积感而心竹兮包红颜而浮名欢阶霞以离别兮消雾梦之茫茫呼千化而不返兮破放意以飞扬和灵魂之纷纷兮哀陪回以踌躇世路日已远兮遂荒呼而辞去超兮兮征谢兮不见静吟长恍即兮无音思若流波达兮在心乱曰嘉霞寒光陨朱荣兮嫉妒踏荣江安城兮方 PG 1315石龙盛年腰伤兮弟子增兮乌妹唱兮悲愁于意宣不可止兮相不虚应意云以兮乔言太息叹至子兮流利不言以所事兮仁者不是岂曰清兮既往不来深以信兮去彼朝朝就明明兮既下新官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享魂灵兮其后李延年帝既作奸乱怕功广力将匈奴家族灭矣孝武勾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寻受过河间望弃者言此有其女天子及时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全上自披之手及时伸尤氏的姓号曰全夫人先是其父做法宫行魏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全夫人敬畏婕妤居优义宫大有宠太史三年生昭帝号勾弋子壬申十四月乃生上曰文檄尧十四月而生今勾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后为太子拜而燕王旦广陵王须多过失宠姬王夫人南齐怀王李夫人南昌义哀王皆早薨勾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累我又感其生与众议甚其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至母少恐女主专自但国家由于久之勾弋婕妤从性甘泉有过见浅以忧死阴葬云阳后上疾病乃立勾弋子为皇太子拜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勾弋婕妤为皇太后发族二万人起云林邑三千户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承侯赵佑福封至元邑二百家长城奉守如法顺承侯有解军需赐钱二百万奴婢地宅以充实焉朱坤帝各以亲书受赏赐赵氏无在位者为赵父追封孝昭上官皇后祖父节陇西人归人也少师未与临其门郎从武帝上甘泉天大风车不得行解盖受节节奉盖虽封常属车雨下盖折玉上齐其财力迁未央旧令上长 PG 1316体不安急欲见马马多寿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截顿道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一程不在马
言未足，气数行下。上以为中，由是清静，未是中，稍迁至太仆。武帝疾病，以霍光为大将军，太仆节为左将军，皆受遗诏。辅少主，以前不斩樊哲莽通公，封节为安阳侯。初，节子安娶霍光女，结婚相亲，光美修目出，节长带光。入爵士，昭帝始立，年八岁，帝长解厄亦盖长公主居晋中，共养帝，盖主司晋子克和监丁外人。上与大将军闻之，不觉主欢。由昭外人是长主，长主内周阳侍女，令配偶弟。时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孙安因光欲内之，光以为上幼不听。安素与丁外人善说外人曰：闻长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成因长主时，得入魏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交房之重，成之在于足下汉家。故事常以列侯上主，足下何忧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长主，长主以为然，召召安女入魏，结于安魏齐东魏。月余，遂立魏。皇后年甫六岁。安以后复封桑乐侯，食邑千五百户，迁车骑将军，日以交营。受赐殿中，初对宾客言：与我叙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安醉则裸行内，与后母及父诸良人，侍御皆乱。子病死，养儿骂天。戍守大将军光为丁外人求侯及节欲望官禄外人光执政，皆不听。又节妻父索性冲国为太医，兼兰入殿中，下狱当死。冬月且静，盖主一冲国入马二十匹，赎罪乃得减死论。于是节安父子深怨光而重的盖主之宴。王旦弟兄不得力，亦愿望节安及继光过世与燕王令上书告之，又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书称子路丧解，其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信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观过之人。今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未解，陛下信使。丁外人视之，外人疑蒙爵号。书奏上以问光，光直不许。PG 1317。即告光罪过，上又疑之，欲亲光而书节安。节安进会，遂节党羽谋杀光，又征燕王至而诛之，因废帝而立节。或曰：当如皇后何？安曰：逐迷之狗，当故吐邪？且用皇后位尊，一旦人主义有所疑，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事发觉燕王盖主皆自杀，与在霍光传。节安宗族寂灭，皇后以年少不与谋，一光外孙，故得不废。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东，追尊曰敬夫人，至元义二百家，长城奉守如法。皇后自使司奴婢守节安冢。光遇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衣皆阿役言疑。境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库，多期待后宫莫有进者。皇后历十岁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贺征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光与太后共废王贺，立孝宣帝。宣帝好位，魏太皇太后。凡历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为太子始良帝，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帝，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称皇孙。始良帝家本鲁国，有母真君，始公。以元鼎四年，人为良帝，生南靖，号始皇孙。武帝末，巫蛊事起，为太子及良帝、始皇孙皆遭害。始皇孙有一男，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犹作太子戏玉，姬五岁乃遭赦。
至欲使者丙吉连皇曾孙无所归，散以赴使公。公武真君年老，见孙姑，甚哀之，自养是焉。侯曾孙收养于掖庭，遂登至尊位，是为宣帝。而真君即公，以死，公三子皆以救恩封。长子高为乐陵侯，曾为江陵侯，玄为平台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阳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丹左将军，字有传，始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须，太史中的姓于始皇孙。皇孙妻帝无号位，皆称家人子。政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数 PG 1318月，为太子。皇孙拜家人子皆作诸，莫有收葬者，为宣帝的。权即尊位后，追尊母武夫人氏曰道后，祖母始良帝曰立后，皆改葬。起元义长城奉守，与再立太子传。帝节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无故，无故第五皆随使者一缺。时成黄牛车，故百姓谓之黄牛玉。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署杂考问乡里事志者皆曰王玉，欲言名望人，家本涿郡里吴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家为广望王司使父，产子男无故，五女翁。虚翁虚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为司使曰：于我翁虚，自养长之。保卫翁虚作监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虚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虚来言邯郸甲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保即与翁虚逃走之平乡。仲卿载司使共求媪、媪黄吉将翁虚归曰尔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与他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虚乘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知柳宿。媪与司及之柳宿，见翁虚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虚曰母至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司使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虚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虚共宿。明日司使刘氏翁虚、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票买未具，司使来归曰翁虚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觉至今不闻其问。贾长七真即从者师遂辞，往二十遂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虚等五人。长使遂送至长安，接入太子家，及广望三老更使刘仲卿戚齐等四十五人辞接宴。宣奏王媪到后母明白，上皆召见，赐无故。五爵关内侯巡阅间，赏赐以巨万计。卿之制诏御史赐外祖五号为伯平君，以伯平、李吴两县户万一千位汤沐邑，封旧吴 PG 1319故为平昌侯，五为乐昌侯，十一个六千户。初，司使以本始四年病死，后三岁，家乃富贵，追赐谥曰司成侯。赵卓郡治种氏，至元义四百家，长城奉守如法。遂于伯平君薨，谥曰司成夫人。赵喜司成侯合葬奉明故城庙南，至元义长城，霸卓郡司成元。王氏侯者二人，无故子皆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而无子商至丞相，自有传。孝宣许皇后，元帝母也。父广汉，昌邑人，少时为昌邑王郎。从武帝上甘泉，误取他郎安以备骑马，发觉立何从行而道。
当死有诏目下残事。后为患者成。上官桀谋反时广汉。不所其殿中炉有所长数尺可以俘入者数千枚满意且尖锋。广汉所不得他力往得之。广汉作论为鬼星书叶亭后未报。是色夫。时宣帝养于叶亭号黄曾孙与广汉同四居。时叶亭。令张贺本为太子嘉立及太子拜贺坐下行以救恩养世皇。曾孙甚厚。及曾孙壮大贺欲以女孙妻之。是时昭帝使冠。长八尺二寸。贺帝安氏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氏怒曰曾孙乃为太子后也姓的。以庶人衣食献官足以不复言于女士。于是贺止。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位内者令欧侯世子父。临当入欧。侯世子死。其母将行伯乡言当大贵母独喜。贺闻许色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未言曾孙体尽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欲闻之怒。广汉众令未戒遂。与曾孙一岁生元帝。数月曾孙立魏帝平均未结余。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亦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为时固见大臣之旨白立许结余。魏皇后既立霍光以后赴广汉行人不宜君国遂于乃封魏昌。成君霍光夫人显欲贵其小女道无从。明年许皇后当身病。TG 1320。女亦纯于言者或是所爱常入宫室皇后籍。言夫赏为叶亭户。为魏衍可过辞或夫人行为我求安持间。衍如言报显。显因生心替左右自魏衍少夫信报我已是我亦欲报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显曰将。君素爱小女成君欲其贵之愿以累少夫。衍曰何谓邪显曰妇人免辱大故使死一生。今皇后当免身可应投毒。要去也成君急得为皇后矣。如蒙利事成富贵与少夫共之。衍曰要杂志当先尝安宁。显曰在少夫未知耳。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缓急相护但恐少夫无益耳。衍良。九曰愿尽力。及导父子击入长定宫。皇后免身后衍。取父子并合大衣大丸以引皇后。有卿曰我头层层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闷崩。衍出过见险。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后人有上书告诸衣带及无状者皆收。系诏谕何不到。显恐急即以状具与光因曰祭师继位。知无令立即演。光惊愕默然不应。其后奏上属掩勿论。许后历三年而崩是曰公哀皇后葬度南是未度陵南园。后五年立皇太子。乃封太子外祖父昌城君广汉为平恩侯为特进。侯四年复封广汉两地顺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许氏侯者凡三人。广汉薨谥曰代侯无子爵。葬南园旁致意三百家长城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元帝即位复封延寿中子嘉为平恩侯奉代侯后亦位。大司马车骑将军。孝宣或皇后大司马大将军伯禄侯光女也。母显疾使淳于衍因杀许后
显因为成君衣补置入宫具，劝光内之。果立为皇后。初，许后起为鉴，登至尊日遣，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衣。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时，以妇道供养。即获后立一 ，PG 1321，修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获后之节子，故常怂体，敬而礼之。皇后于驾侍从甚盛，赏赐官署以千万计，于许后时献爵矣。上，一宠之专访宴，立三岁而光薨。后一岁，上立许后男为太子，昌成君者为平恩侯。显怒会不时，呕血曰：“此乃民间十子，安得立？”及后有子，反为王协。父教皇后令读太子。皇后述：召太子赐食，保阿哲先尝之，后侠毒不得行。后杀许后事颇泄，显遂与朱旭坤弟谋反，发觉协诛灭。时有司赐皇后策曰：皇后迎获失道，怀不得侠毒与母伯禄宣城侯夫人显谋欲为。太子无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庙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呜呼伤灾！其退避宫，上喜受有司。霍后历五年，废楚昭台宫。后十二岁，喜云林馆，乃自杀葬昆吾亭东。初，霍光吉兄骠骑将军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矣。光顾封去病孙山。山地云皆位列侯，侯者前后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时有功赐爵关内侯，自配喜长陵。传爵至后父凤光，凤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凤光会相识。凤光有女年十余岁，每当事人所当事者死，故久不行。即宣帝即位，召入后宫，稍敬畏婕妤。是时，馆陶王母华婕妤，及淮阳县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魏婕妤皆爱幸。获皇后废后，上连许太子早师母几位获氏所害，于是乃选后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自魏后后，西见无宠。封父奉光为穷城侯。历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为皇太后，封太后兄顺为安平侯。后二年，奉光薨，谥曰共侯，葬长门南，至元邑二百家，长城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复爵太皇太后帝郡为关内侯，食邑千户。王氏列侯二人，关内侯一人。顺子张、张从帝贤，皆至左右将军。时成帝母亦姓王氏，故氏号太皇太后，为琼城太后。琼城太后凡历四十九年，年七十余，永始元年崩，合葬度。PG 1322。陵称东园，奉光孙勋作法冕。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诏曰：孝宣王皇后朕之孤，深念奉职共修之意，恩结于心，为穷成共侯国废四爵，朕甚悯焉。其封共侯曾孙坚固为穷成侯，至王莽乃爵。 PG 1323卷97下外戚传第67下。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石侯，五大司马，外戚莫胜焉。自有传，孝成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平恩侯家女也。元帝道商母，公哀后居位日浅而遭祸事之孤，故选家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乐家，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欢说状，元帝喜，为左右浊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久之有一男失之，乃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复生一女失之。
初，后复加自元帝时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以八九年矣。即成帝立，复以元旧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与嘉宾。杜钦以为故事后负重于帝旧，乃说凤曰：“车骑将军至贵江，君宜尊之敬之，无失其意。拜卿系为邈之见，必生乖武之患，不可不慎。为将军之日胜于盖侯，进士之事与上在于长老之。二为将军察焉。久之，上欲专委任奉，乃册家曰将军。家重身尊，不宜以立职自累。赐黄金200斤，以特进侯就朝位。后遂于薨，谥曰公侯。侯聪慧，善史书，自谓非至即位，常宠于上，后恭熙的敬。见皇太后及帝诸舅忧上无祭祀，时又数有灾异，刘向、古永等皆臣其咎在于后宫。上然其言，于是省检交房掖庭用度。皇后即上书曰：妾夸不服力量，加以幼稚于或不明义理，幸得免离茅屋之下，被后宫扫除。蒙过物之宠，居非命所当托，污秽不修。 PG 1324。况执失官，数逆制法，逾越制度，当服放流之诸，不足以色责。乃人迎日大长秋受诏，交房以法，欲服于驾，所发诸官署及所造作，一次外家群臣妾，皆如敬明以前故事，妾服自念。入交房以来，一次外家未尝于故事，每折绝上，可复问也。今诚实是意志，长短相补，不出汉制而已，先为之间未必可同。若敬明前与黄龙前，岂相放哉？家力不小，今宜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今言无得发取诸官，待为未央官不属妾不宜独取也。言妾家府亦不当的妾妾祸焉。幸得赐汤沐邑以自奉养，一小发取其中，何害于宜而不可哉？又诏书言服欲所造，皆如敬明前，历诚不能魁其意，即且令妾被俘，所谓不得不如前。设妾欲作某屏风章于某所，曰故事无有或不能的，则必绳妾，以诏书矣。此二事诚不可行，为陛下省察。患吏治狠，必欲自胜。幸妾上贵时，尤以不及事操人，况今日日益轻，又获此诏，其操曰人，其有所诉。陛下见妾在交房中不肯给妾先为内协，若不思服小取，将安所养乎？就故中官乃思夺左右之见增，乃发成于福增，言未待照补以而冒一其中，左右多妾怨者，甚耻未之。又故事以特牛辞大父母，待侯敬侯皆的蒙恩以太劳辞，今当虑如故事，为陛下哀之。今吏府受诏毒计，直欲言使后知之，非可复若思服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约制妾者，恐失人礼。今旦损车驾，即无若位央官有所发，一次衣服如故事，则可以。其余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欲敬明前，敬明前于今事而比之，岂可邪？故时酒肉有所赐外家，折上表乃绝。又故杜陵两美人岁时以酒一时入百金耳，妾甚少之，宜田八子诚不可若是。事虑众多不可，胜以文臣四字见所言之，为陛下深察焉。上于是采刘向、古永之言以报曰：皇帝向皇后所言是闻之。夫日者重阳之宗，天光之贵。 PG 1325。王者之相，人君之位也。夫以阴而清阳，窥其正体，是非下临。上七成夫见于贵之便语，春秋242年便意未重。莫若日食大，
自汉兴日食亦未履或之属见。以今魁之起。由此等之效语。诸侯居破汉制，目相执持之也，又安获其兆？七国之难。江乡大臣怀成秉忠为义侍从，又恶有上官伯禄。宣城之谋。若乃徒步豪杰，非有陈胜、项梁之群也。匈奴夷狄，非有默读置之之伦也。方外内乡，百蛮兵符，殊俗牧役。八州怀的虽使其怀侠邪义，敌不足忧，又况其无乎？求于夷狄无有，求于臣下无有，为后官也当，何以塞之？日者见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官也。正月于尚书谓黄吉，黄吉者，王气之极也。白者息，方之气，其余春当废。今正于黄吉之月，新废气于后宫，是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这祭祀之为见人将其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冠子宫，为委屈如龙临于勾陈，此用。彰显前游者在内也。其后则有北宫景逸，南流逆里数郡水。初，流杀人民，后则讹言传香精镇，女童入殿，贤莫绝之。夫何者水阴四毒之长，今乃大绝梅票灵异，私招阴盛淫逸，为今绝迹之应也。乃其之月，蜀朝于树也却变色。五月庚子，鸟焚其巢泰山之玉。亦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嚎啕。丧牛于邑，凶言亡者楚民上，如鸟之楚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亡者亦姓告代之楚，今正于代宗之山，甚可惧也。三月癸未，大风自息。尧祖宗请庙，杨烈为席，折拔树木，顿将车辇，毁坏砍屋灾。及宗庙，卒未寒心。四月己亥，日食东井，转旅且所与祭无。亦己由物也，亥复水也，民阴盛，就在内。于物己，亏君体。这绝世于黄吉，险或败及京都。于东井，便怪众辈，莫众亦大。PG 1326，来数亦甚。成行之祸月已迫切，不救之患日情侣身，就败灼灼。若此，岂可以乎哉？书云：高宗荣日，月有垢至。祖己曰：为先驾亡。正绝世。又曰：虽修勿修，为尽五行以成三德。即至交房及夜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变其条次，使大长秋来白之，立居于法，必安足过。盖矫枉者过直，古今同之。且才必之省，特牛之词，其余皇后所以扶助的美，为华宠也。旧根不除，灾变相袭，祖宗且不血食，何待侯也？传不云乎？以纳失之者先。沈皇后欲从其奢语，朕亦当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则甘泉建章可复兴矣。世俗岁书时变日化遭世制。宜因时而宜救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乐因循而。众改作。习鲁人未尝辅，民子谦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盖恶之也。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已清。孝文皇帝朕之师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时不如直，今见清后，又恶可以于乎？皇后其克新秉德，无为先后之制度，利以免刑，称顺妇道，减省群。是签约未佑，其孝东宫无绝硕望，
推诚永救，缘何不臧？仰明显形，以其众欢，垂泽列妾，实有法焉。皇后身为无乎？是时大将军奉用事，威权尤盛。其后比三年日时言，逝者可归咎于奉矣。而古勇等遂着之许氏，许氏自知为奉所部。又久之，皇后宠溢一衰，而后宫多心爱。后解平安刚侯夫人。月等为媚道驻足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凤等，事发觉太后大怒。下吏拷问，月等诸死，许后作废除昭台宫，亲属皆归故郡山阳。后弟子平恩侯旦救国。凡历十四年而废，在昭台岁余还喜长。定宫。后九年，上联许氏，下诏曰：盖文人不宜远，宜不忘亲。前平安刚侯夫人夜作大逆罪，家属姓蒙赦令归故郡。郑维平 ，T.G. 1327。恩代侯，先帝外祖，魂神废弃，莫奉祭祀，念之未尝忘于心。其还平恩侯旦及亲属在山阳郡者，是岁废后拜。先是废。后结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因为知小妻。常代之曰：我能白东宫，复立许后为左皇后。废后因思路宜长述，通书记相报谢。常书有被慢，发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要自杀，葬延陵郊道旧西。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城舍，在旧馆有难，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常欲与婕妤同年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婢女，今欲同年，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宋诗及妾挑，得向女诗之篇。每进见尚书，一则古礼。自弘嘉后，上稍隆于内宠。婕妤进侍者李平，平得姓立。谓婕妤，上曰：始为皇后一从为起。乃赐平姓曰魏。所谓魏婕妤也。其后赵飞燕姐弟亦从自为建兴，逾越礼制，敬圣。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悉复觐见。弘嘉三年，赵飞燕赠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驻足后宫，立即主上。许皇后作废。笑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之，不受不臣之诉。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畏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金。赵氏姐弟交度，婕妤恐久见为，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楚东宫，作父自商道，其辞曰：成祖考之仪的西，和性命之孰灵？登薄区于宫阙西，冲下臣于后庭。蒙圣皇之卧会兮，当日月之盛明，阳光烈之细贺兮。凤龙宠于增城，既过幸于非位兮。且树积乎家时，美物媚而累。T.G. 1328。习兮，身佩礼以自私，臣女徒以尽奸兮。故女使而问师。微臣父之作戒兮，爱褒言之未由。美皇因之女于兮，容任似之母周，虽于漏其米及兮，敢舍心而忘资。历年岁而道具兮，云郭华之不资。痛阳露与这管兮，仍强保而离哉？岂妾人之殃？旧兮，将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一光兮，遂暗默而媚忧。由被父载之后的西部，废捐于醉游，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共洒扫于帷幄兮。
永终死以为奇。愿归古于山族兮，依松国之余修。众曰：前玄关兮忧以清，应门闭兮静踏局。华殿臣兮玉，皆中庭栖兮绿草生。广士阴兮为万岸，房龙须兮风凛凛。感为上兮发红罗，分翠髻兮玩素生。神渺渺兮觅亮处，君不遇兮谁为荣。服饰兮丹池，思君兮履旗。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何言，卓与伤兮消忧。为人生兮一世，忽一过兮若浮。以独享兮高明，处生明兮极修。免于今兮极乐，与福禄兮无奇。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结于冲凤园林，薨阴葬园中。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出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杨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常为行出，过杨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帝父召入，俱未结于贵卿后宫。许后之废也，上欲立召结于皇太后，嫌其所出为甚难知。太后结子淳于长卫室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旨，上立封赵杰于父临渭城阳侯。后月余，乃立杰于魏皇后。追以长前白霸昌临宫，封魏定陵侯。皇后既立，后宽少衰，而帝绝姓，谓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同珠，而殿上修漆，妾皆同榻黄金图，白玉阶必带往往。为黄金缸，含蓝田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解 ，PG 1329。帝专宠十余年，族皆无子。末年，定陶王来朝，王祖母赴太后思路遗诏皇后昭仪。定陶王敬畏太子。云年春，成帝崩，帝素强，无疾病。是时，楚思王偃良王立来朝，明旦当辞去，上诉公章白虎殿。又欲拜左将军孔光，魏丞相以克侯印书赞。婚夜平善，相臣富库袜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昼漏上食客而崩。民间归罪赵昭仪，皇太后赵大。司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群众欢哗怪之。夜停令，府等在后庭左右试验破镜，杂与御史、丞相、廷尉质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昭仪自杀。而帝既立，遵照皇后为皇太后，封太后帝室中驸马都尉卿。卫青成侯，赵氏侯者凡二人。后书曰：司隶解光奏言，臣闻许美人及故中宫使曹公皆欲幸孝成皇帝，产子子隐，不见。臣遣从事院夜，使望验问之状者叶廷、玉成及五故中皇门。王顺、吴公进言关闭曹晓道房张气，故赵昭仪遇者于客子王偏、臧坚等，皆曰公及小子女，前属中宫，为学士使。通师受皇后房与宫对时，元延元年中宫与房曰毕，下姓宫。后数月小入殿中，见宫父大，问宫。宫曰：玉姓有身。其实月中宫鲁叶廷牛官令舍有毕六人中皇门。田克持赵记圣律提方底封御始终承印与五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毕六人，竟至报事欲，无问儿男女谁二也。五营至欲公曰：善臧我儿包成之事何等而也。后三日，客持赵记于五问而死未。手书对读背，五及书对而见在未死。有亲客出曰：上与昭仪大怒，奈何不杀。五叩头啼曰：不杀而自知当死，杀之亦死。
即因客奏风事，曰陛下未有祭祀，子无贵贱，为留意。PG 1330。奏入客复持诏记于午曰：今夜漏上午客，迟而与顺会。东郊夜门。武英问客：陛下的五叔亦何如？曰：称也。无以而复顺。顺受诏，内而殿中，未则乳母告赡养。而且有赏，无令漏泄。顺则弃位乳母，时而生八九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于武，中有封小绿茄，记曰告。吾以茄中物数与狱中妇人，吾自领饮之。吾发茄中有果药二枚，贺提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公，公读书矣，曰：国也欲解地善天下，我而难也。额上有状发，泪笑元皇帝，今而安在？为杀之矣。脉何令长信的闻之，公饮药死。后宫婢六人召入，出于五曰：昭仪言女无过，您自杀邪？若外家也，我曹言愿自杀，即自庙死。五皆表奏状，气所养儿十一日，公长李难以诏书取而去，不知所至。取美人前在上灵琢木馆，数诏入室，室中若舍一岁再三诏，留数月或半岁欲信。元延二年怀子，其十一月乳。诏使言耻辱，一及五种和药丸三送美人所。后客子篇兼文昭仪未成帝。曰：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而何从生中？许氏竟当复立邪？对，以手自倒，以头疾病护住，从床上自头地提气不肯食。曰：今当安置我，欲归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未？书不可小也。帝亦不食。昭仪曰：陛下自知事，不食为何？陛下常自言曰：不妇女，今美人有子。敬父曰：为何？帝曰：曰以诏事，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诏事上者，无忧也。后诏使言持律囊书于许美人，告言曰：美人当由遗于女，受来至世事中年难。美人以为茄衣，和圣所生而兼封，即律囊报书与言。延迟茄书，致事事连难。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茄笺。未以帝使客子偏边接。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去于开户，呼客子偏笺使笺。PG 1331。封茄及绿提方底，推至屏风东。公受诏，持茄方底与五皆封。以御史中承应曰：告武茄中有死儿，埋平楚故令人知。武川玉楼原下未砍，埋其中。故常定许贵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毕王爷任训公孙喜。前免位数人赵赵入蜀昭仪位私毕。成帝崩未信子公仓。卒悲哀之时，昭仪自知罪恶大，之夜等故许氏王氏毕孔氏。谢而以大毕杨子等四与叶等各且十人，以为其意属无道。我家过失。元延二年五月，故叶廷令吴秋尊为五曰：叶廷成立以下，皆与昭仪合通，无隔于愚者，独欲于吴有所言。我无子，无有子，世家亲族人，得无不敢乎？叶廷中欲幸生子者者死，又引要张堕者无数，欲与武共言之大臣，票其将军贪其钱，不足计。是奈何令长信的闻之？尊后病困，魏武今我已死前，所与是武不能独魏也，甚与？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设令前。陈景按永光三年男子中等发长，林父夫人种。是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诏曰：此朕不当所得赦。
也。穷至尽弗孤，天下以为当。鲁言公夫人杀世子，齐桓、赵而诛焉，春秋与之。赵昭仪轻乱圣朝，轻灭祭祀家属，帮扶天诛。前平安刚侯夫人夜作大逆，同产当作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犹悖逆，罪重于夜，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知为破境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惩恶崇仪是四方也。请示穷尽丞相以下议政法。而帝于是免新城侯赵卿，亲兄子城阳侯皆为庶人，将家属徙辽西郡。十一郎耿玉上书言：臣闻祭祀师统废事立数，圣人法敬古今至戒，然大怕建立之事，君循故让，委身吴越，权变所设，不计常法治位。王继以崇圣祀，足有天下子孙成业七八百载，功冠三王。D.G. 1332，道德最备，是以尊号追及大王。故事必有非常之变，然后乃有非常之谋。孝成皇帝自知祭祀不以实力，念虽莫有皇子万岁。之后未能持国权柄之重，至于女主，女主骄盛则其欲无极。少主幼弱则大臣不使，是无周公报复之辅，恐为社稷侵乱天下。知陛下有贤圣通明之德，仁孝子爱之恩，怀独见之明，内断于身，故废后宫旧管之见，绝为似祸乱之根，乃欲置为陛下以安宗庙。于臣既不能深缘安危，定惊愧之际，又不知推演圣德恕先帝之志，乃反复孝省内破露私宴，呜呜先帝亲获之过，成结宠妾妒媚之诸，甚失贤圣远见之名，逆负先帝幼国之义。夫论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众，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万万于众臣，陛下圣德圣貌所以符合于皇天也，岂当是庸庸斗稍之臣所能及哉？且包广将顺君父之美，匡救消灭既往之过，古今通义也。是不当时故争，防祸于未然，各随旨阿从，以求荣媚。宴驾之后，尊号已定，万事已弃，乃叹追不及之事，结杨幽媚之过，此臣所深痛也。愿下有私意，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贤消之先帝圣意所起。不然，空使谤意上及山林，下流后世，远闻百蛮进步海内，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但孝子善恕父之志，善成人之事，为陛下省察。而帝为太子，亦颇得赵太后立，遂不敬其事。父太后恩赵太后，赵太后亦归心，故成帝母及王室皆怨之。而帝崩，王莽白太后赵有司曰：前皇太后与昭仪俱是为卧，姐弟专宠故请，执贼乱之谋，残灭祭祀以为宗庙，被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意。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后月余，父下诏曰：皇后自知罪恶深大，朝请西扩，失父道，无供养之礼，而有狼虎之毒，宗室所怨，海内之仇也，而尚在。 D.G. 1333，小君之位，诚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乱大谋，恩之所不能已者，义之所割也。今废皇后为庶人，救其元，是日自杀，历十六年而诛。先是有童谣曰：燕燕为挺张公子，时相见，木门苍狼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成帝美为行出，常与张放聚，而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苍狼根公门同还也。孝元父昭仪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早卒，母更嫁位。魏郡正翁妻，生男孕。昭仪少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为太子。
得尽兴。元帝即位，立位婕妤，甚有宠。魏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饮酒类地，皆助言之。产一男一女，女为平都公主，男为定陶公王。公王有才艺，尤爱于上。元帝既重妇节，于即逢婕妤异姓，生中山孝王，上欲书之于后宫，以二人皆。有子未亡，上上在未得称太后，乃更号曰昭仪，赐以应寿。在婕妤上，昭其仪尊之也。至成哀时，召昭仪、董昭仪皆。五子尤称焉。元帝崩，复昭仪随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后十年，公王薨，子代魏王，王母曰丁姬。父太后公自仰视，既壮大，成帝无忌。四，时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父太后多以珍宝禄遗诏昭仪及帝旧票其将军王根，因为王求汉嗣。昭仪及根皆见上无子，欲欲自结为九长记，更称欲定陶王。上意自弃之，明年遂征定陶王立为太子，与在哀祭。月余，天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公王后。太子亦欲谢，少复言。崇以为春秋不以父命废王父命，为人后之礼不得故思。卿不当谢。太傅赵玄以为当谢，太子从之。赵问所以谢状，尚书何奏玄左迁少府，以光禄勋师单位太傅。赵父太后与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国邸，下有司一皇太子的与父太后丁姬相见，不有私情亦不得相见。卿知成帝母王太后欲令父太后。 PG 1334。丁姬十日移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成正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复故私亲。王太后曰：太子小，而父太后抱养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而不足有所防，于是令父太后的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安养太子，独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诏令父太后丁姬十日移至位。央宫高昌侯董洪熙旨尚书言宜立丁姬为帝太后。师丹合奏，洪怀邪误朝不到，上初即位，谦让从师丹言旨。后乃白令王太后下诏尊定陶公王为公皇。而帝因事曰：春秋无以子贵，尊父太后为公皇太后，丁姬为公皇后，各至左右瞻视，实亦如常姓公、中公。追尊公皇太后父为重祖侯，公皇后父为包德侯。后遂于遂下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公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其尊公皇太后为帝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后又更号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称永庆宫，帝太后称中安宫，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称长庆宫，成帝诏后为皇太后，并四太后各置少府，太仆至皆重二千石。为公皇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复道皇考制度，续朝暮于前殿。父太后父同产第四人，曰子孟，中属子元、右军。子孟子喜至大司马，封高武侯。中属子燕义大司马，封孔乡侯。右君子商封汝昌侯，为太后复重祖侯后，更号重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正运前死，以运子业为阳姓侯，追尊运为阳姓节侯。正是复世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十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父太后既尊，后由交与成帝母与至位之欲与中山孝王母逢太后病逝，元帝追怨之，现以助祖罪令自杀。元寿元
年崩，合葬卫灵，称孝元父皇后云。并陶丁基哀帝母也一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家在山阳峡丘，复置庐江太守。是定陶公王先为山阳王，而丁室内。PG 1335。其女未姬，王后姓张氏，其母正礼，即父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亲戚故欲其有子，然终无有。为丁基和平四年生哀帝。丁基为帝太后，两兄中明。明以帝就封阳安侯。中早死，封中子满为平州侯。太后熟父献望望为左将军，献为太仆。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十六人，侍中诸曹一十余人。丁父以一二年间暴兴尤盛，然哀帝不慎甲以权势，权势不如王室在成帝室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是云古则异事，死则同穴。习季五子成请杜氏之墓在西阶下，请合葬而许之。父葬之礼自周兴焉。孝子是王如是存，帝太后以启灵公皇之。元遣大司马骠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镇山东。而帝崩，王莽秉政，时有司举奏丁父罪恶。莽以开皇太后召接免官爵，丁氏喜归故郡。莽奏贬父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基。元始五年，莽复言共王母丁基前部臣妾至葬卫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喜受以葬，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基冢，取其喜受消灭，喜共王母及丁基归定陶，葬共王冢祀，而葬丁基复其故。太后以为既已知，是不须复发。莽故争之，太后诏曰：因故官位治国作冢，此以太牢。业者户继发复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害丁基果。户火出岩四五丈，立足以水卧灭乃得入，烧凡果中器物。莽父奏言：前共王母生建居贵宫，皇天震怒，灾其政殿。丁基死，葬于制度，今火焚其果，此天见便已告，当改如应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基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基官皆名子。公朱玉之衣非番妾服，请更以木棺带去朱玉衣，葬丁基应妾之赐，奏可。即开赴太后官，臭文数礼。公卿在位皆阿莽。PG 1336。指入前伯前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著。将作绝平共王母丁基故冢，二群间皆平。莽又周及其除以位。世界云：时有群雁数千，衔土投丁基川中。丁父祭拜孔乡侯，雁将家属喜合浦，宗族皆归故郡。为高武侯喜的权，自有传。孝哀父皇后，定陶太后从弟子也。而帝为定陶王时，父太后欲重卿，取以配王。王入为汉太子，傅氏女为妃，而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傅燕为孔乡侯，与帝就阳安侯丁明同日俱封。实施单谏，以为天下自王者所有亲，妻何患不富贵？而苍族若是，其不久长矣。燕封后月余，傅妃立为皇后，傅氏继盛，燕最尊重。而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曰：定陶共王太后与孔乡侯燕同心合谋，被恩忘本专，自不轨，与至尊同称号中梅至乃配食于左座，悖逆无道。今令孝哀皇后退旧贵宫，
后月余父与孝成召皇后俱废位数人就其元自杀孝元冯昭仪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已选入后宫时父奉侍位执金吾昭仪使为长史数月至美人后五年就管生男拜位婕妤时父奉侍为右将军光禄勋奉侍长男也王位左冯翊父子并居朝廷一者以为弃能当其位非用女宠故也而冯婕妤内宠与傅昭仪等建昭中上信虎圈斗兽后宫皆作雄翊出圈潘凯遇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之前当雄而立左右阁杀雄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雄婕妤对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雄至欲作故以身当之元帝皆叹以此备敬重焉傅昭仪等皆惭明年夏冯婕妤南立魏姓都王尊婕于魏昭仪元帝崩魏姓都太后与王俱居除元宫和平中隋王之国后喜中山是魏孝王后征定陶王为太子封中山王就参为宜乡侯参冯太后